第十一题，已至此图是手甩动 0.5 秒后的瞬间图形，请问手甩动的频率约为多少？我们知道频率就是一秒钟有多少个波，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甩了 0.5 秒，从前一题及图上看出来，它产生了 2.5 个波，0.5 秒有 2.5 个波，所以一秒就会有5个波，也就是频率是5赫。第十一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手甩动的频率约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5赫兹。